方妆造，国风之美。本节目由古方彩妆品牌花月容联合冠名播出。Space 七天然理想家宠护敏感肌。本节目由天然卫生巾品牌 Space 七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晚22:15，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一中午12:00，会员尊享 Plus 版。跟姐姐一起探寻理想生活吧。上微博参与综艺理想家话题互动，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理想家官微节目官方微博，看更多节目精彩。上抖音搜索理想家，看更多节目精彩视频内容。欣姐，哎，陪我那个帮花园浇浇水吧。好好的，欣姐。好玩吗？这几天？好玩啊，感觉体验了好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有没有一点依依不舍呀？其实现在就已经有感情了，我真的还挺不想走的。去秋千坐坐吧，跟姐姐坐有压力？没有压力啊，我最有压力的那天已经过去了。第一天啊？对。是挺怕我的吧？雅丽说第一次来的时候特别怕我，有一点紧张，感觉毕竟是导师。这是5年过去了哈，5年改变了好多事情。是吗？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呀？我觉得还是心态上的变化吧，沉沉浮浮，然后经历了一些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故事。长大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不接受那些风波吧，你就长不大。对，但那些风波吧，有时候会让人就走偏了。对，会走歪路。但是如果那些风波最后是让你变得愤怒，然后讨厌这个世界，然后对人不信任的话，就特别不好。那就是没挺过来。对，哎呀，真的长大了。是，那就是没挺过来。对，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今天倒是受教了，姐姐，我现在算是挺过来了。我有一次音乐节，然后很重要的一个音乐节，然后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故。我从来不会觉得跑调这个事情会在我身上出现。我懂。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一些前辈，包括像李荣浩老师，因为他是我老师，他说就是你那个耳返开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练习的问题。我通过这些教训，我就知道为什么我练习和经验出了问题，是因为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珍惜每一个舞台，哪怕一个小广告、小商演的舞台，我都非常的珍惜。我想把它做到最好，对得起我的粉丝和看得到我唱歌的人。但是到后来，我的商业和我的这些多起来之后，我就慢慢的，可能就是有点，你明白？其实你是喜欢舞台，你想要歌唱，你想要表演的，你所有你对那个舞台热爱的事情，最后都变成可笑的，你知道吗？大家都在经历这个现实跟梦想的撞击，对，你懂吗？就是大家，因为大家其实就是要看你，你越搞笑越好，你越萌萌哒越好，你越笨越好。大家现在喜欢这种蠢萌人设，这句话要被骂了。也有很多聪明人在装蠢萌啊。哇哦，你真相了，行。先把这路演当一个开始吧。那我们下午就要准备一下，就是还是要练习嘛。对，要跟他们安排彩排时间的，我们还是要跟 band 对一下，大家对一下。然后如果路演要换衣服的话，大家把衣服带上。还要换衣服？你都已经这么隆重了。没有啊，我就是今天不是要演出吗？我就穿这个了，蛮好看的，特别像门帘儿，你知道吗？就那对帘儿，对，特别像年画娃娃走出来，然后一看就哎。怎么那个对联会走路的感觉？我的荣幸。我们是不是要取个什么名字啊，各位姐姐们？江西姑娘，跟她没有关系。哎，我觉得因为这个愿望是 Cindy 的，你要自己仔细也想一下，是以你为主的，嗯，好不好？好。师姐妹。四朵花，四朵花，四花和尚团还挺可爱的。我的梦想自己，
不想组团，没了。那你就叫 I want solo 女子乐队。我是 C 位女子乐队，可以吗？我是 C 位女子乐队。好，你说什么就什么，我们都可以。我一个演员，我唱成什么样都行。就 C 位姐姐就好了。C 位姐姐，你是 C 位姐姐里的那个位。我是位，我是帮你们坐位置的。C 位姐姐，姐姐，好吧。C 位姐姐，位姐姐。欣姐今天陪我们玩之后，她就要回去工作了。嗯。大家觉得欣姐在了以后有什么变化呀？我的猪变干净了。太舒服了，对不对，小屁？是不是太舒服了？来，我们悄悄都要洗，乖。我的厨房有帮手了，好香啊！香，马上好。能唱。舒心姐，你这么优秀，让我们怎么办？你这么会做饭，感觉她在还蛮稳的。嗯。我们谢谢一下欣姐，真的那个这几天的哇，谢谢欣姐，谢谢苏伟姐姐对我的照顾，谢谢你们的照顾。那我帮苏伟姐姐拍张照好不好？来吧，西伟姐姐们，西伟姐姐，啊，我声音就是一般啊。来门口。这个是给我的吗？就喜欢收礼物。什么呀？这个是，哇，还有灯光啊 ！Space 七宠机长新装。哎，这是谁给我的？雅丽，你收到我寄给你的 Space 七宠机长新装的礼盒了吗？我收到了呀。哇，看一下这个包装，好好，很天然的感觉，很适合我们理想家。它的侧翼还有乳木果精华、超声波透氧面层，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而且他还说有减少摩擦，会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闷热，很透气，很舒服，敏感肌肤也 OK， 喜欢。这是所有女孩子们最理想的卫生巾了，很方便携带，我要把它带出门。我们该走了吧，走吧，差不多了。好的，欣姐，出门了。来吧，姐姐们。啊，原生琴行，哇哦 ，nice。Hello。你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衢州资深的乐队，然后我们的队长郭老师。各位老师好。他也是我们乐队里的键盘手，你们这次有什么演出上的什么都可以请教我们郭老师。是这样的，因为这次我自己有个小心愿啦，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来衢州，可以做一个融入这边，然后真的可以把我们的音乐传达出去的一个很贴切的一个路演。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哈，像衢州这个地方呢，比较有特点、有代表性的，可以是水厶门江边，江边对清水平台，这条江叫衢江，就相当于我们在江上面。哇，哎，那就麻烦您了。对，不客气。对。那在我们时间放在什么时候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啊？会不会太？你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跟我讲一下。其实键盘手我来，你不太需要你。好。开玩笑。那要么我们去排练室看一下，准备一下，好吧、啊？ Cool, let's go。排练室在三楼。Come on, girl。那姐姐们，你们先上去排练，我去帮你们宣传。好。就是我给你联系个电台，它宣传率都更高，你直接去电台吧。啊，有电台啊？有啊。那我直接过去喊。就广播电台。那我们就分头行动。行。我要让车里车外的男男女女们、叔叔阿姨们都能听到我们理想音乐节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江边开始，特别开心。
主持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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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杰，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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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苗，小苗，哎，你好，那我们先进去聊，好呀，好呀，好呀，来，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可以吗？可以啊。交通九七五，快乐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陆小帅，今天节目比较特殊，节目当中请来了一个大嘉宾啊。Hello，Hello， 大家好，棒棒棒棒棒，哇，有没有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的呼巴呼巴，然后朱新杰杰哥啊，今天杰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杰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带着任务来的是吧？对，没错没错，是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是有一个我们四个姐姐加上我的一个小型的音乐节的演出，哎，一个路演。嗯，我们想今天晚上在衢州为大家奉献我们的这个歌曲，希望大家都能踊跃的过来支持我们。嗯 ，OK 啊，地点是在哪呢？水亭门江边。对，因为作为姐姐，我们在一起演出，这个机会确实不容易，也希望得到衢州的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哎，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让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在江边。哎，好嘞。所以一开始我会先有我的 tempo， 但你三练就是三练七十三，你差不多第二次主歌，对，第二遍主歌我进再进来好不好？第一遍主歌就是我，然后老师可以给我一点点的 pad 好吗？我就听不出来，这不挺好的吗？晚一点进，晚一点。第四小节做个停。Say it's okay， 停。现在的我学习不睡的收，大家一起收。有可能 ending 我就不弹了，因为相信加油，我们陪你争风破浪。然后这边就靠你弹了，我可能就把麦克风拔了，然后我就跟观众互动了，好不好？因为现在这首歌我就没有 keyboard 了，我就这样比较顺。好的，没问题。哎呦，我好羡慕这些会弹钢琴的。我小时候也学过，结果呢？半年的电子琴。结果我每次学琴的时候，我妈就打我，然后我就因为我弹不好那个键，我妈妈就在旁边，怎么那么笨呢、啊？然后我就算了。我也羡慕腿能直接到这的人，然后我就去跳舞去算了。我回来了，怎么样？海报？我去电台帮你们宣传了，哇！直接广播通知整个衢州，整个地方。哇，你太厉害了！直接给你们整上，安排上今天。这件事情搞大了，搞大了，对。搞大了，你是电台宣传要整个衢州来了。对。我们本来想说一百人，你这样变成一千人、一万人，怎么办？我不管。就如果他把气氛调起来，我上去，如果就是压力不幸严重，我不幸严重的，我把那个气氛如果搞垮的话，中间你就顶上再宣起来。云姐真的太可爱了，你比在我后面、啊、不幸严重啊，我还是别唱。永远也搞不清，跟不上，问你下地狱，疯狂着迷，跟不上。我既开心又忐忑，忐忑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歌手姐姐，我既怕搞砸这个路演，但是我又很想参与，也不想让姐姐们失望。他是很低的，男生的 key 吗？就是把他的声音消掉，我自己完全唱，唱高一个 key。我不可以，不可以。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压力，就不要唱。真的，真的。You know， 最难的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是跨行业。虽然我以前录《乘风破浪》的时候，我们也有唱跳，但是有团队一起来合作一首歌。这个是每个人单独要从头到尾唱完一首歌，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心理压力是最大的。我很怕我老公的这首歌写给我的，然后他唱得那么好，我怕我自己唱不好。这是一个应该是个好玩的路演，我不想给姐姐们压力，是我意思吗？是，就是呢，我们不一定还有一个方案，就是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今晚不唱。是，这是一个方案，我想一下。
因为呢，这是我的心愿，然后我觉得这心愿我不能放在每个人身上，试试，我觉得你们愿意陪我，我已经很开心了。嗯，对，所以真的真的，好不好？我试试啊。你太棒了，你为了我试试，真的不行，真的没关系。好好。好哎，歌词呢？瑟瑟发抖。云姐呀、啊，云姐，你现在这场戏就是表演，你是一个歌手，你会不会就没那么慌了？我现在坐立不安，到底要站还是要坐？先找个地方扶着。哎，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就唱之前，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要跟所有的就是观众解释一下，对吧？对，我怎么解释啊？你说大家好，你说这个。我不是歌手，我是演员，但是我今天特别希望有机会跟大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好吧？各位乐歌，各位乐队老师好，然后不好意思，委屈大家了，那个我是演员，但是我今天想跟 Cindy。不对，我今天想帮 Cindy 完成一个路演的心愿，我们大家来试一下，如果效果好，今天晚上我就出现，如果效果不好，那个我就不捣乱了，我们试一下，加油刘英，加油。我跟乐队老师解释了，没事，这样也挺好的。别了，不好意思，来吧。好，别了，不好意思。我们如此相爱，有我老公的声音我就放心，就连唱歌都要陪伴。你觉得这个女人嗲不嗲？好可爱，真的，这多幸福，她值得。哎，好好听啊！哦，好听。要唱的。你的声音跟他特别合，他有点沧桑，你有点少女，这真的很甜，这歌真的是写给你的，很甜。哎呀，回家吧，回家吧，哎呀，看，哎呀，回家吧，我们在这里是多余的。别忘了讲讲就讲就讲就讲。对不起，老师，不好意思，我觉得速度还可以再慢一点点。就本来这个是合唱，我现在一个人唱，我怕我倒不过来。好，不好意思，老师，我这个地方停一下。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想跟现场有一个互动。你直接说，我直接进就好了，直接进，不要三连赢了。对，要不然突然空了。我刚刚说这个的时候，就是我最舒服的时候。这里是有一段。如何？噔，你可以再回来就好了。有一段。噔噔噔噔，我就进。哦，我们把它简化掉。老师，那个 rap 第二半再进来。但是我没想好 rap 中间要不要空一下。东方妆造，国风之美。本节目由古方彩妆品牌花月容联合冠名播出。Space 七天然理想家宠护敏感肌。本节目由天然卫生巾品牌 Space 七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合作伙伴看综艺送会员的联通女王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的高端香氛洗护品牌阿道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治感冒抗流感的莲花清瘟品牌赞助播出。百度搜索理想家，观看更多精彩内容。下载 Zucker 新闻客户端，看理想家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哎，有月亮！哎，而且一颗星星。啊！哎呦！哎，真的有月亮哎！这个月亮好美哦！你这歌选的好。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初心姐。你开玩笑的吧？你是真的在那个广播电台把全曲都？我跟你刚刚去了是吗？我发誓，我绝对没开玩笑，正儿八经的，人家正儿八经的节目，正儿八经每天人家下班早高峰听的。我说喂，你好，我是 DJ 小猪，接下来给你带来的是我们四位姐姐的预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好了。好多人了，对，我的天，
已经有人在等了。哇，真的耶！哎，真的耶！已经有人在等了耶。看见没有？朱星杰应该是你的粉丝。必须好吗？安排好。暖身？怎么暖身？唱 baby， 你唱就这样。My baby， 就这。My baby， 就这。靠你了。Let's go， 各位姐姐们 ，Let's go。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听我们的路演，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路演，献给你们喽！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最可爱的姐姐雅丽姐姐。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刘云姐姐。再来是我们唯一的帅哥，也是我们的特别嘉宾朱星杰。今天有一个人让我们有了这个机会在曲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夜晚，因为他许了这个愿望，所以你们才可以这么靠近的看到我们。我们要谢谢 Cindy 袁咏琳。我们是来自于张庭琛的 C 位姐姐。今天很特别，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来到徐州，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路演？其实我也是前几天我才想说，哎，如果有个心愿，我最想做的是什么？对我来讲，我从4岁开始学音乐，学琴，音乐是我的全部，它像空气一样的重要。那我觉得我们很特别，很难得，我们可以在曲州，我们可以当张新春的村民之一。我们姐姐们应该没有这样子路演的经验过，这应该是第一次，而且还在江边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谢谢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好棒啊！那第一个上场的呢？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主厨。接下来呢，我唱的这首歌跟我的这个身份有关系，因为我在理想家是主厨担当嘛，所以我喜欢做饭。接下来就要请我们衢州所有的朋友们尝一尝我做的旧酱，好不好？来吧，离大家近一点好不好？难得的机会。不要黄酒酱，酒酱要和我一样，深呼吸酒酱，酒酱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酒酱，酒酱充满了力量，别忘了酒酱，酒酱酒酱酒酱，明恋暗恋直接失恋，喜欢的人从没看你一眼，购物里的王子，现实中的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明恋暗恋直接失恋，喜欢的人从没看你一眼，购物车里很满，口袋里面没钱，某年某的后天正在表让你傻眼，不要慌，就讲就讲，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讲就讲，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就讲就讲，充满了力量，别忘了就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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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得到我吗？接下来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我唱 My baby， My baby， 就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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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aby， 最后一次来了。不要慌，就讲就讲，要和我一样，深呼吸就讲就讲，下雨天也有大太阳，放轻松就讲就讲，充满了力量，别忘了就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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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验，我要好好的记住这种感觉。啊，接下来这位姐姐呢，我要好好的隆重的介绍一下，她是一位演员，她是刘颖姐姐。嘿，可以吗？我觉得你拿下来唱吧。Okay. 拿下来唱比较好控制，真的，你拿下来唱。不好意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已经慌得跟什么似的。加油加油加油！大家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大家好，真没想到我长这么大，人生中第一次现场唱歌给这么多人听。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我平时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唱得不好，如果唱跑调了，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这首歌是一首新歌，他今年送给我的，是5月20号520的时候送给我的。因为我很害怕把我老公送给我的这份礼物唱砸了，所以大家能允许我，我把我老公的原唱放出来，然后我跟着我老公，我们两个人一起唱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天敌》。我有一个小提议，我希望现场的观众帮我配合一下好不好？我想发个视频给金哥，然后你们配合我一下，来吧。感恩。好，到了中间这个阶段，我们当然是把很重要的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特别来宾朱星杰。刚刚姐姐们都唱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希望能带来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来自我的《下世纪初学》，想送给大家。我邀请的伴奏来自袁咏仪大姐。荣幸可以帮你伴奏，刚才在跟他说，我第一个帮忙伴奏的男生是周杰伦，那时候在他的超时代演唱会，他合唱《黑色幽默》，第二个就是朱星杰了，对吧？所以周董说我在我上，所以说我刚刚在 Cindy 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特别的开心，跳起来跑了一圈，跑了一圈哈，太可爱了。好，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们。好嘞，好。情人节，我点了炸鸡搭配热啤酒，抱着温暖的你再不用失眠，忍不住想你想你想你，虽然你现在就在我怀里，忍不住念你念你名字，虽然它早就刻在心底，忍不住爱你爱你爱你，直到发现我们都老去。如果这就是命中注定，就让我的爱直到下个世纪。Jason，来到理想家，其实他是个理想家。5年，他的理想，他和曾经的道士开酒水趴，对人写着山明水秀，和他的未来一样紧凑。路过了山川河流，遥远的风，就算流浪也是享受。长不大的伊能静，像小孩子的云姐，住在蝴蝶泉边的黄雅丽，讲话像哥们很铁，弹钢琴很得体。So Cindy， 我可以让我们坐在一起，温暖这个冬天，看星光在我们中间。想你想你想你，虽然你现在就在我怀里。忍不住念你念你名字，虽然它早就刻在心底，忍不住爱你爱你爱你，直到发现我们都老去。如果这就是命中注定，让我们的爱直到下个世纪。哦哦哦哦哦耶，
下个世纪。耶！我们这是什么歌？太甜了吧！有没有被喂到糖的感觉？好，接下来那我们就要有请伊能静静姐来表演唱，不容易啊！大家好，我是伊能静。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我的，这首歌叫做《那么》。告诉你，我想孤独一阵子。人都有苍白即逝的宿命，你又何必追问原因？我对你的爱不曾衰竭，只是越来越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再见了你的背影，虽然我忍不住的以为你会回头望。回头望，没有你等的清晨，我烧着心房堆积如山的灰尘。没有你颤的漫步，我走着一条离家最遥远的路。我不停的自问，总是不停的自问，接下来如何？我不停的自问。总是不停地自问，那么接下来如何？我不停地自问，总是不停地自问，那么……那么，谢谢大家。这么好一句爱，哇！这哎，就在你后面，真的压力挺大的。没有那个，听他今天唱。我们都惊呆了，真的惊呆了。那个，我真的要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路演的心愿。然后之前其实很多人会认识我，可能是因为《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带那时候，哎，被淘汰的时候我写下的心情。所以今天我觉得就直接唱这首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的歌给大家吧，因为这首歌也是送给在场的姐姐们。我们现在欢迎袁咏琳的《乘风破浪》。那我今天要就是一定要做加长版，好不好？因为那时候在淘汰时候我只写了两分钟，但是今天来到曲中，我一定要唱一个完整版，是你们没有听过的，可以吗？谢谢你们陪伴跟鼓励，让我在十一年后没有这一行，我还可以继续唱。有时候看似坚强，总一副洒脱模样。面对失败的沮丧，只有自己能扛。当我找不到力量，有你的肩膀。受过的伤让我们成长，不靠别人眼光来绽放。哦，这个旅程不再孤单，因为有你的爱和陪伴，我们会继续走，往前走，yeah。不怕遇到狂风暴雨，朝着梦想的目标奔去，努力闯，不退让， yeah。你和我一起乘风破浪。我们现在就是漂亮，想把我们贴上标签，姐姐们棒棒。我们够飒够硬，准备好随时上台亮相。人生是加油，我们陪你乘风破浪，不怕遇到狂风暴雨。
变成风。觉得可以继续做音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就没有我，所以谢谢你们，我真的很爱你们。这首歌可能有些人听过，是在我在乘风破浪的时候，初评的时候唱的，我唱了自弹自唱的抒情版。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曲其实是电影舞曲，它是很嗨的《爱是黑白》。OK， 看到很多人点头，我们就一起来嗨一下。这首歌叫《爱是黑白》。那么我们的卡拉大声一点，外场大声一点，别再三心，嘿，男人请注意，花言巧语早已免疫，偷偷摸摸快处理干净，无法容忍一笑可胜利，说好要维持感情的情。哦 ，Come on， 全场的朋友，如果看到大家的手。哇哦哦哦哦 ，Come on， 跟我一起跳起来。哦，爱就是不能有黑色。姐姐跳一下 ，Ready？ 哈！哎，哦，我就是黑白 ，Come on， 大家的手，不能有黑色地带，耶！我不怕会受伤。时间帮我们完成这个愿望，然后学了这些歌曲，他们真的很棒，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主唱 Cindy 袁咏琳。让我谢谢我的伴舞者周婷杰，周婷杰。我这个作为最特别的男生哈，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刚刚 Cindy 的这个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点燃了全场，我感觉已经变成了演唱会了。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氛围，我开始学音乐也是因为这样的氛围。我希望大家都融入到一起，每个人都心连着心，就是我最想看到的。也希望你们今天晚上能感受到我们音乐会的热情，你们有感受到吗？好，谢谢。那我们等一下就带在伊能静老师说完之后，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好不好？来，静姐。我觉得这首歌我们要大合唱，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最后一首歌，我们希望这首歌是我们大家一起唱的，因为这就是路演最珍贵的地方。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
让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1, 2, 3, 4。大家一起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最后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都拍吧。为了完成 Cindy 的这个梦想，我们张西春的好友也来给我们助阵，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张西春的好友们，谢谢谢谢。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张西春的话，来哥哥的摊位上，因为他也给我女儿编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鹿娃娃。你自己看，好可爱哦！这个是可以当帽子，然后护脸。奶奶好，奶奶好，我们是新村民。你要跟你的邻居打招呼，就是要透过这些方式让他们认识你，因为是互相的。然后我觉得就像那天我们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那是个开始，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说，哎，这是我们的热情给你们分享，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饼，你们的豆花，你们做的这些手工，我们跟你分享我们的音乐跟唱歌。路演成功，谢谢，特别感动，然后觉得路演还是很有生命力，因为唱现场，然后跟观众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感觉特别嗨。原来当歌手在台上是这么享受，然后很嗨，然后那一切都特别美好。每一个梦想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些共性，特别是歌手，所以我看到他就是眉飞色舞的向往的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看到他就像看到去年的我自己，所以当今天 Cindy 他也需要一个这样的舞台，我们当然得帮他一起实现。最后 Cindy 弹琴的时候吧，感觉到就是他的能量和他真的有多么渴望和喜欢表演和舞台。我看静姐哇，这边蹦蹦乱跳的，也看到云姐开了，然后雅丽姐玩得很开心，欣姐也玩得很开心，我就觉得特别的觉得啊，这不只是我自己的心愿在完成，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七周的观众好吗？爱你们，今天真的很开心，音响也好，天气也好，天气好，哇 ，perfect， 真的太 perfect 了，一切都特别完美，庆功宴吧，朋友。对呀、啊，而且欣姐要走了，我们去庆功吧。好，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然后顺便我们要欢送一下，谢谢欣姐帮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她要走了。我挺开心的，虽然有点累，但是我最后今天完成，我挺开心的，很高兴认识你们。第一次就是跟姐姐们一起在外面相处，在外面野营，包括就一起去带小朋友啊，当老师，然后一起在外面路演，其实这些都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哟，周欣姐，欣姐，好久不见！冰箱一下，冰箱里面的饮料拿一下，谢谢。好好好，谢谢弟弟。好好好好好，有男人真好。说是帮他们完成心愿，其实也是给我带来了更多生活的体验，其实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回忆。然后我们谢谢欣姐这一夜的陪伴，谢谢周姐姐对我的照顾，谢谢你们的照顾。
小鲜花啊，叫我小鹿、小牛、小琴都可以，请你入围。哎，长得有点漂亮，身材又那么好，有我们四个还不够吗？在宿舍有我们四个。你好，你好，你好，他叫做秦朝正威，他是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我是后面那个一场梦，那个其实我不怕你，我正在发威，我的名字叫做秦牛正威。雅丽来了，雅丽，现在要干嘛呢？雅丽，打鸡蛋，打几个？毫无章法和规则。雅丽，怎么切？雅丽，我要切多少根辣椒呢？然后呢？现在我要怎么办？怎么弄啊？雅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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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不如点外卖吧。我来吃早餐了。好嘞。怎么不叫我们嘞？你们？对呀、啊，你叫我。上微博来综艺理想家话题页一起参与讨论，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新闻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深度问答合作平台知乎媒体合作抖音、百度、Docker、OWAT 一直鱼、模范生、 WiFi 万能钥匙、超级星饭团、快乐粉丝会、烹小鲜联盟、飞熊娱乐、全新娱乐、追贝、吉阳文化、新米粒、茄子日报、独角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